窗前霓虹灯闪在凌晨三点，反复堆叠的旧照片日夜积成灰。相遇的季节，微风拂过侧脸好贴切，人潮汹涌你看不见。方总监，邵总，方总监，你来正好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红星电通1998年那会儿就已经完成了私有化，这个你应该清楚吧？嗯，私有化完成后，它的股权很分散。我记得你曾经提到过，你父亲曾经在红星电通待过。对，在我小的时候。那这份工作交给你再合适不过了。马上去查清楚红星电通详细的股权结构和职工手上的持股比例。今天先搬钱交给我。今天下班之前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先出去吧。小孙，啊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方方出什么事儿了？不知道，弟弟，方方挺好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怎么了？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是这样，最近我家里有事儿，我得回老家待一段时间，可能就不回城了。你走，方方怎么办呀？你照顾芳芳这么久了，她的情况你都熟悉，我这一时半会儿去哪儿再去找一个护工啊？小姐，照顾芳芳这几年，我们早就有感情了。要是家里实在有事儿，我肯定不会走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一会儿把钱转给你。谢谢你照顾芳芳。那当时这事儿应该是老钱负责的，他手上应该有名单。那这个老钱他现在还在厂里吗？在。那会儿呢，他是个主任，现在已经是副厂长了。那我能去见见他吗？哎呀，这两天好像出差了，等他回来吧，我帮你约一下。嗯。不过，他这个人啊，油滑得很，能不能帮个忙，我说不准。没关系，咱们试试看吧。那看来今天我只能去工商局调档了。哦，对了，我去工商局调档的话，是需要厂里盖公章的。您看，没问题。谢谢。
请进。方总监，这是红星电通的股权说明。方总监，安宇，你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我今天早上说得很清楚，我要的是红星电通详细的股权结构和职工手上的持股比例，不是这些简单的概括。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用处。我知道，但是红星电通的股份太分散了，一天的时间是做不完的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说得很清楚，如果完不成工作，请提前告知。